别以为没有人会发现，其实我们终究会知道。环检警结盟，深度稽查，有效裁罚，全面追缴不法利得。近三年查获违反环保法令案件，追缴金额计达7亿7千万余元。谁是污染环境的元凶？下一个破获的就是他。切勿贪图一己私利，毁坏子孙美好家园。台湾之美，环境正义，需要你我共同守护。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。